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第二大段，略示圣能。寄送啊，还从第四首看起啊。性令助根尽名利，性力坚固无能坏，性能永灭烦恼本，性能专向佛功德。前面两句讲到无根无力啊，也是现在最初性根、性力啊，过在初骨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自自然然呢，都会想到三十七道品。这三十七道品是有次第的，我们在《弥陀经》上天天读到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修啊！你看这个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够理解啊，就能体会到三十七道品的佛把它分为三科，还分为七科啊，就是七个科目。前面三科呢，一定是在此地完成啊。你看无根无力后面四科极乐世界还要学，你才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啊。当然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在华严会上讲三十七道品啊，都是原教啊，啊不是藏教啊，不是小乘啊，啊这个是必须要晓得的。那么我在讲《弥陀经》的时候，是以自己多年呢学佛的体验啊，老师教导我们的看破放下布施啊，所以这个弥陀经呢也讲过很多遍。有一次还是在香港啊，在这个九龙戒心街讲弥陀经要解大意啊，那是在那个地方编的，在这个一份资料啊，是在香港编的啊，也是突然之间让我体会到了啊，特别是六方佛的表法啊，事先没有准备啊，讲到那个地方自自然然讲出来，讲出来之后我就跟常怀法师来讨论，常怀法师是有道理啊，也把它写出来啊，啊，就在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写的这一份资料，啊，以后这份资料在美国、加拿大讲过多次，啊，也有单行本流通，啊，所以这个里面呢，对三十七道品呢，
我就讲到这个四念处啊，是慧，就是放下。张家大师讲的放下，四如意足啊，也叫四神足啊，那就是放下啊。四念处是看破啊，有个看破，有个放下。哎，你越看越有意思啊，当中这个四正勤，断恶修善呐。啊，那么前面啊，这是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学啊。啊，如果有四念处的这个智慧，就看破啊，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的戒律啊，根本戒十善业感应篇呢，跟儒家的弟子规，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根本戒，一定要学啊！今天社会整个社会的动乱，根源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根源就在我们把祖宗这个教诲、儒释道的根呢丢掉了，才造成社会动乱。啊，那今天我们极力来提倡，还有许多人反对，认为这个是封建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没用处啊，没用处啊。那我们在甚至联合国和平会议里面提出来向大家报告啊，与会的人员天聊也鼓掌也赞叹，最后告诉我这是理想做不到的啊。所以我们就想，为什么从前社会做得到，现在社会做不到？没有别的，丢的时间太久了，我们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啊。所以我就想做个实验，看看管不管用啊。我们在安徽汤池做的这个实验，去年11月开办，培训老师啊，老师很重要啊。最重要的是老师需要老师去教啊，啊，教的人呢要先落实啊。所以我们要求老师30位老师，要求他们自己自我落实《弟子规》，100%的做到。啊，我们要求在3个月到4个月，给他这么长的时间呢，啊，自我落实，没有想到2个月，他们就做到了，啊，而且非常欢喜，啊，所以在3个月呢，我们就对群众开始教学了，啊，就是当地的居民，这个小镇12个村庄。48000居民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我们就推动《弟子规》的教学。啊，这些老师们分班分批，啊，到各个村庄展开教学，1个星期2次。啊，教了1个多月，这个效果非常好。当地居民自动的要求1个星期2次太少了，多几次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人力的人数不够嘛，所以我们就增加1次，1个星期3次啊。
叫了两个多月，不到三个月了，整个社会风气啊，大幅度的改进了，啊，教的老师们欢喜啊，讯息传到这个地方来，我听到了，非常的安慰，啊，让我肯定。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人之初性本善，人性本善五千年祖宗就传下来告诉我们了。那为什么不善呢？没教嘛。所以我们想象三字经上前面的几句话，那是真理啊，天经地义啊。这个几句话呢，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，无论走在哪里都是正确的，一点错误都没有啊！你看三字经前面几句，第一个就是理念要确定，人性本善我们要肯定啊，就像佛经里面讲的，本来是佛嘛，你不在这上面肯定啊，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呢？你要是不能肯定人性本善呢，我们怎么能做个善人呢？所以教育，教育教者的本身和受教的学生，首先要建立这个信念，还是个信字，你这心都重要了啊！相信自己本性本善，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下面讲了嘛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呐、啊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；教之道，贵以专呐、啊。就这几句。那我们能把这几句抓到了，依教奉行，个个人成圣人，个个人成佛啊！你要是不相信啊，没有信，没有信就不能成就啊！你还是继续造业，还是继续搞轮回，继续去受苦，你说这个多重要啊！所以佛在此地这个三十七大品前面三课是基础教育，非常重要啊！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性无常，观法无果。啊，你有这种智慧，正确的看法，你自自然然就能够接受十三页感应篇弟子规，你会很欢喜的接受，你会很认真的去把它做到，然后你就发喜充满了。为什么？这是你自己本有的，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！你现在变了，跟他相反了，那是习气，那是烦恼，那叫做业障啊！圣人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没别的，无非是让我们恢复本能啊，回归到自信而已啊，没有别的 啊所以大圣大贤诸佛菩萨，他们没有创造，他们没有发明啊，他们只是回归自性而已啊。他能回归，他就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能回归，回归都是至善了、啊、
杂学里面讲的知与至善，那确实是把自己的灵性提升到最高的境界，那是你自己啊。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。那么接着呢，还有一个科目啊，就是四如意足啊。四如意足是放下，放下就自在了。那为什么称为如意呢？如意就是如自己意思，足是满足啊。啊，这个意思要换一句话讲，大家就很好懂。啊，佛家常讲的有求必应。啊，这个诸位好懂了。有求必应，那就如意了。啊，不是向外求啊，是向自己内心求。向外求永远不如意，向内求，啊，这个几千年，啊，这个祖宗就叫我们。你有求，求不得，求不得苦啊！这八苦里头，你求不得苦啊！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回过头来，反求诸己啊！所以中国人讲啊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，你就得到了啊！这从前。张家大师把这桩事交给我啊，就是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他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他说那你求求还是求不到，为什么会求不到呢？你有业障，你把业障啊消除啊，忏悔业障，你的求愿呢就显现了啊。那怎么忏悔法呢？我那时候刚刚学佛了，什么也不懂啊，啊，这忏悔是用什么方法都不知道啊。老师不说这些啊，仪式不重要啊。什么叫忏悔呢？你知道你自己的过失，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，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呀！啊，张家大师教我不重形式啊，重实质啊！啊，所以忏悔就是改过，啊，以后不能再犯同样的过失，这叫真忏悔。啊，这个就是反求诸己啊！我明白了，依照老师的教诲啊，认真去做啊，确实有求必应啊，才晓得古圣先贤佛菩萨讲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我能求得到，你们每个人都能求得到。啊，现在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，经验很丰富了。啊，现在您知道的是，啊，我可以让蚊子不咬我，让苍蝇的时候不干扰我，可以沟通吗？啊，夏天蚊子很多的时候，
啊，有一次我在唐池镇啊做完课，房间很小不大啊，还没有我摄影棚这么大，30多只蚊子啊飞来飞去，我就跟他商量，我现在做完课你们不要干扰我，结果蚊子很听话，都盯在墙壁上动也不动啊，我完课走完了他们还不动啊，那我也睡睡觉，他也没有干扰我。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墙壁上还有十几个啊，其他大概都离开了，可以沟通啊，不能伤害他啊，要对他尊重啊，他也有自尊心啊。所以我们对蚊子一定要护着，蚊子菩萨啊，我做功课回向给你啊，你不能来打扰啊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，我们在澳洲种很多果木树，鸟来吃啊！啊，我们也是请这些小鸟菩萨，啊，大鸟菩萨。我们指定一棵树，啊，那棵树上长的这个果实，你们就吃，其他树上不可以吃，真听话。哎，他就吃那一棵树，其他树给我们留着。那我们种的菜，菜种的很多，菜园很大啊，我们没用农药啊，这些虫我们都请它到别的地方去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菜园是供养道场四众同修的啊，一定不能够损坏啊，你这个不在我们菜园里面吃这些青菜啊，就是你们的功德，你们对四众同学的供养，他听话啊，就不来那么这是我们做的这么多年的实验呢，哎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四诸一族有四条，啊，四条都是放下。第一个是欲，啊，欲，精进，念，慧，啊，欲精念慧。欲是什么呢？是希望，就是我们人间讲的欲望啊，是希望啊，是羡慕啊，是爱好啊，啊，这个欲望。那个对象啊，世间人都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要放下啊。那么修行人有没有欲呢？有，修行人的欲望、祈求，成就自己的道业。啊，希望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三学，希望能像佛菩萨一样成愿再来啊，度化众生啊，啊，这就好了啊，
对于世间的欲望我们放下了，我们要有佛的愿望。佛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四弘誓愿嘛。啊，我们希望烦恼永远断掉。啊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希望把这个断掉，这是我们的愿。我们希望自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德能恢复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！啊，断烦恼，学法门，成佛道。除这个之外，没有任何欲望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那现在我们的初学，我们都是先，与自信相应的目标跟方向。啊，要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的众生，这个苦难就是还是迷惑、颠倒啊，没有觉悟的众生啊，我们要帮助他。这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要度众生，先度自己。啊，自己未度，说而能度人，无有是处。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没这个道理啊！啊，那你要度人，先度自己，先度自己，先成就自己的德行。啊，成就自己等于断烦恼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《弟子规》是断烦恼，《感应篇》是断烦恼，《十善业》是断烦恼，儒释道三教的根，都是从断烦恼下手。我们今天学很多东西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啊，学佛学了一辈子，果德不彰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根啊。那他们所做的呢，就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的，学佛佛学，他们搞的是佛学，把佛教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。他是他，佛是佛，研究来研究去与自己不相干，这个不行。啊，我们要怎样呢？我们要学佛啊，学不是？我们要学做佛，要学做菩萨，那就行。那学做菩萨，这个四弘誓愿是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啊。从哪里下棋呢？做棋呢？从断烦恼做起啊，从修养德行做起啊，一定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啊。所以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不是背诵的，不是讲解的，是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个重要啊，这是根啊。啊，然后有这个根了，然后再求学问学法门嘛，啊，法门的学法一定要亲近善知识啊，所以我们的成就
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呢，是老师啊。啊，你要跟着一个好老师，你就不走冤枉路了。啊，成就就快了。啊，所以老师非常重要。尊师重道啊。啊，老师不会骗人的，怎么会骗学生呢？老师希望成就学生，他不会欺骗学生。啊，那凡是欺骗学生的，那个不是老师。啊，所以老师你要注意说，第一个他的德行。啊，我们从这上面看嘛，看这个老师是不是有大愿，有大愿一定肯教众生。我去求他一定不会拒绝。啊，是不是有大德，啊，就是他是不是有羞耻，啊，他是不是有智慧，啊，那就是他通达法门。啊，然后啊再仔细观察他有没有正果。啊，这个正果通常是要你细心体会，为什么他绝对不会承认的。啊，要长时间，去体会，啊，去观察，啊，我们才能成就啊！啊，要依教奉行啊！啊，真正好老师教你，决定是一门深入。如果教你很多科目的话，这个不是真正老师啊。为什么呢？三字经上那个原则你要理解啊，教之道贵一传，学之道还是贵一传啊，教学都要传，你才能成就啊。不是要学的很多啊，学的很多你消化不了啊，你会得病啊。啊，所以古大德都是叫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古人对于德行的教育啊，就是讲这个戒律，基本的这个戒律。啊，他们学多少年呢？五年呐，也许有同学听说过，从前古人佛门里头，无论在家出家了，五年学戒，啊，这个五年学戒学的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来讲，三规五戒十善，啊，如果是出家人的时候呢，啊，学沙弥律仪，五年呐，啊，五年之后出家人，五年之后学得很不错了。你的师父才准你去受戒，你要没有学好，你不够资格受戒。啊，沙弥做好了，才升级，才能升到比丘啊。比丘做好了，才能够受菩萨戒。这三个戒是三个阶段呢，不是一次受的。现在受戒的人一次都受了了啊，至于你有没有学呢，没有人问你，这是末法的现象啊，这不是好现象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
基础的教育，虽然现在没有人教了，也没有人管你了，自己要懂得学，一定要在这上扎根啊。那我们今天的欲望，就是说这个最近的欲望，就是把这三个根好好的扎稳啊。我们现在年岁都大了，五年太长的时间了，加工永恒啊，精进努力，希望一年啊，一年能够落实真干呐。啊，第二个呢，念，念是一心，念念在心呐。啊，念什么呢？就念这三样东西。念十善业，念感应篇，念弟子规。这个念不是口里头念，你看这个念不是口，它是会意这个字，你看看这个字的意思你就明白了。上面是个心啊，下面是个心啊，这个意思是现前的心里面有，这叫念啊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现在，现在心上真有，真有弟子规，真有感应篇，真有十善业，这叫念啊。念就是古人讲的一心正住啊，啊，如果有二念三念呢，那就杂了，就不专了。啊，教学都重视专了，这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啊，常识熏修是静，一心专念就这个念，一心就是专念。啊，那我们修净土，净土的经念经论要不要念呢？也要念，早晚可念啊，温习。真正的功力是要在这个基础的这三个阶本啊，就是我的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，念念不忘啊。早课我照常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晚课也是如此啊。其他的这个时间的时候，念念在修弟子规，修十善业，修感应篇，一年一年这个基础奠定下去了，养成习惯了，一辈子都不会失掉。一直到你成佛，你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还是守着规矩，这是基础佛在十善业记一道经上讲的好啊，人天法声闻菩提小乘圆觉菩提，乃至于无上菩提，都是以十善业道为基础为根本啊！没有这个基础，没有这个根本呢，上面通通没有啊！不要说是三乘没有啊，人天都没有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没有十善业道，那个人到哪里去了？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你看看，上品十善天道，
中品十善人道，下品十善修罗道，叫三善道啊。十善反过来十恶，上品十恶地狱，中品地狱，中品是十恶恶鬼，下品十恶畜生。你想想看，你还是造十恶呢，还是要学十善呢？由你选择。释迦牟尼佛不勉强任何一个人啊，你自己选择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个人选择，个人成就。我选择了，我会成就。我劝别人，别人不肯选择，他的事情我就不要再管了。我已经劝过他了，他将来都卧道的时候，他不会怪我。为什么呢？他在卧道的时候，当时某人曾经劝过我，我不听他的嘛。啊，我要是不劝呢，我有过失。我劝他受跟不接受都没有过失啊，做朋友的义务尽到了啊。我自己修行，自己有成就，会感动他啊。他纵然现前不能接受，过个几年看你有成就，哎，这是真的不错啊，他就会跟你学了啊，还是来得及。啊，所以自己要一心正念，要努力的精进。啊，最后一个会，会有些地方用思维啊，与静念思维啊，这是经论上都有的啊，可以讲得通的。那是什么？心不散乱了 啊，也就是讲啊，你把你所学的东西常常放在心上啊，常常想着啊。那么经论上所说的都是讲原则，一定要有智慧，你才能够灵活的运用啊。你比如讲《弟子规》头一句，父母呼应勿缓啊，你认为只有父母叫的时候啊，我赶快答应，别人叫你都不要理他，这错了。你没有智慧啊。啊，智慧是怎么样？智慧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原则啊。那佛在戒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佛在大乘教里面常讲，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那么一切众生叫我，我要不要，要不要赶快答应呢？要啊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慧啊，能够啊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啊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一闻千悟啊。哎，你就晓得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在日常生活当中用活了。啊，是不是真的要这样？是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最高的指导原则菩萨修学的啊，华严经里化身菩萨修学的，普贤菩萨的誓愿是化身菩萨修行的纲领
你看第一句礼敬诸佛啊，那我们从基本上我们已经就做到了，我们对于一切众生都尊敬啊，都知道尊敬，都不敢怠慢啊，别人叫我们我一定赶快答应啊。那么到最高的境界，普贤菩萨教诲轻而易举嘛啊，礼敬诸佛就是对于一切众生都要礼敬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，华严经上、圆觉经上讲的更直接，本来是佛，这是华严圆觉上说的啊。只是这一尊佛呢，现在他有妄想分别执着啊。我举这个比喻啊，他现在戴了三副眼镜啊，三副不同颜色的眼镜，但看到外面东西，看得很昏暗呐、啊，看不清楚啊。啊，那个东西拿掉，它本来就是佛。那戴一副，菩萨了；戴上两副，罗汉了；戴上三副，就是六道凡夫啊。这个意思要懂。啊，我看看，想想看，我们这个电视制作的这个同学们，啊，有没有办法给我们做一个画面，啊，做一个大的圆，啊，这个圆什么都没有，这是佛，啊，里面一层颜色进去了，黄色进去了，菩萨。啊，再加一层颜色，绿色的。啊，加一层蓝色的，黄跟蓝一配合就是绿色的。啊，阿罗汉。再加一层红色的时候、那就变成紫色的了。啊，六道凡夫。那有这么一张光碟，一个画面。一分钟让他看一分钟，第二分钟的时候画面马上再加一个啊，一个光碟的时候不断在重复给大家看，我相信人会觉悟了，哦，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是我的自己，我的本来面目啊，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，菩萨已经不是本来面目了，迷得清啊，阿罗汉就终于讲了，凡夫最终啊，很能够启发人呐、啊。什么是佛教？这就是佛教。什么是佛？这就是佛。是不是菩萨？这就是菩萨。这就是罗汉，这就是六道凡夫。那一个图啊，全部解答了。四如意珠啊，也叫四神珠。啊，什么叫神珠？神通。你能够放下世间这些欲望，啊，这些邪知邪见，你心清净。清净心不但能生智慧啊，你的本能恢复了啊，所以神通不稀奇啊，神通是本能啊，就是在如来智慧德相，在那个德里面啊，神通是本能啊，相是相好啊，啊，一真庄严呢、啊，相好。啊，所以要从能发神通这个意思来说呢，就称为神足啊，能够啊
让我们有求必应，所愿皆随呢，就成为如意足啊。所以他的真正主义是叫我们放下，放下之后啊，就一切自在了，一切都圆满了啊。最后告诉你，不但是世间法要放下啊，世间的欲望不能有。前面也开端就讲了嘛，不求无欲就妄为，富饶自乐大明成啊，你就如意了，你就自在了啊。那我们的欲望转变了，我们向佛，我们向法，我们向戒，向定，向慧啊，要一心啊，一心专求专向，要有智慧，灵活的运用啊，每一法，我们今天讲的每一个字每一句，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的非常巧妙，这就叫善巧方便啊！你看看用得恰到好处，这个里头只有善没有恶啊，没有故事啊，啊，没有智慧呀、啊。有的时候运用到是运用到的不恰当，啊，里面就产生故事。有智慧呀、啊，就运用的恰到好处，啊，这一点非常非常之难，要慢慢的学。都在，所以说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应酬跟一切境缘的交往，通通叫菩萨学处啊。我们在这里面学习 啊，无论是善人恶人，顺境逆境啊，全是在学习的场所，都叫做菩萨学处啊。善财就是因为他会学，所以一生成佛啊。龙女会学也是一生成佛啊，不会学的错误百出啊，啊，常常被降级啊，被留级，那个时间就拖长了。那如果我们没有降级，没有留级，啊，年年都升级，你这一生的时间足够了，啊，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足够了，你要有这个信心啊。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！你没有这个信心，你就不能成就；你有这个信心呢，你就会成就了。啊，那么下面这两句啊，就讲到五根五力了。啊，五根五力是从比喻上说的。根像树木花草啊，它有根呢，它才能生长啊。它
他倒有力了，他才能有担当啊。我们讲有承担啊，可是先要从根上培养啊。那么有根，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我们今天第一步是要有世间的善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再去学习菩萨的善根啊。所以极乐世界的科目有五根五理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前面这三科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成就的啊，你才能往生啊。这是往生的条件呢，不可以不知道啊。这念佛不能往生，佛是说得清清楚楚的，你可不能怪佛，怪自己粗心大意，没有把佛的话听清楚啊，产生误会，那就错误了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